你打着灯笼啊，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关心你的人了，对吧，阿渊？什么？哎呀，这个什么啊？你也帮我说几句话吧，她是你妹妹。你就乖乖让水英上吧。不是这样吧？那怎么样？不用上了吗？我只是想让你妹妹敞开心扉。心扉是指大腿吗？Thank you.